应该差不多了哈、哦，这个应该可以了。来，那个同学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哦。首先呢、哦，先把题目的叙述我看过一遍。他说 ，f of x 是个三次的直系数多项式，所以关键在三次还有直系数，把它画起来。三次而且直系数哈、哦。然后他告诉你一件事情哦。我在讲话，请他同学闭嘴。好，他跟你说，他有一个虚根哦，叫一加 i。每个学生哦都知道，同学虚根在实系数的情况底下会怎么样？会沉睡出现。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选项，同学一加 i 是它一个根，一减 i 是不是它另外一个根？是。所以沉睡出现嘛，所以一减 i 带进去会不会让它变成零？是啊，会成立嘛哈、哦。所以这一个选项要不要选？要。第一个选项是对的。那每个同学都清楚哦。三次方程式对不对？三次方程式就几个根，三个根。那它现在有两个根哦，一根叫做一加 i， 另外一根叫做一减 i。那请问同学，它的第三个根一定是什么根？实数，一定是十根。那既然第三个根是十根的话，请问当你把二加 i 带进去，你觉得它会等于零吗？不可能，这个二加 i 绝对不会是它的根，所以带进去不会等于零。这个选项要不要选？要，要啊，对不对？带进去怎么可能让它变成零？如果带进去会变成零，那代表二加 i 也是它的根。可是它三个根，两个虚根，剩下那个根应该是什么？十根啊。所以第二个选项也是对的哦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看这题目看起来没有很难。那接下来第三个选项我们一起来看。他说没有实数 x 满足 f of x 等于 x。同学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？f of x 减 x。同学，他讲，来你把题目再看一次。他说没有一个实数 x 会满足这一个式子。那代表什么意思？同学，这是一个什么东西？你知道吗？啊，同学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含有未知数的等式，这是一个方程式嘛？所以他在告诉你这个方程式怎么样？没有实根啊。请问你对还是不对？对。来，写上去哈。他在问你，请问这个方程式没有实根，请问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。他说没有实数 x 可以满足这一个等式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、啊、这是一个方程式啊，这是个方程式嘛，好、哦，好，同学这个选项对还是错？错。错，为什么？还是有一个会是 x 啊。同学这个 f of x 哦，他说是个三次的直系数多项式哈。这边我这样写好了，这个 f of x， 它可能长这样哦 ，ax 三方加上 b 倍的 x 平方。加 c x 加上猪，对不对？好，同学，它等于多少？它等于 x 哈。那当然，这个 a 怎么样 ？a 不是零嘛？好，因为它本身是三次丢。好，那现在我问同学一件事情哦，如果现在我把这个 x 啊，把它移向移到这边来，你告诉我，这个方程式它的次数是几次？三次。三次。虽然这个 x 移向之后会影响谁？会影响这个 c x 本身的结构，可是对于它本身是个三次多项式来说。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，同意我的看法吗？那我们之前讲过嘛，三次的实系数的一个多项式方程式，至少有一个什么根？十根。至少有一个十根，因为虚根会成对出现，所以同学第三个选项对还是错？错。错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你听懂我意思吗？这是错的，第三个选项是错的。好，把它划掉。他说没有十根是错的，他至少有一个十根。好，了解那个意思。那接下来同学第四个选项你看得懂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做 f of x 的三次方？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？然后这样写、哦、，f of x 的几次方？三次方。它其实就是把原来的这个 x 换成谁 ？x 的三次方。同学，三次方在三次方会变几次方？九次。所以它会变成 a x 的几次方？九次方。加上 b x 的几次？六次。加上 c x 三次。再加多少？猪，对不对？阿斌它等于零嘛？同学，请你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几次的方程？九次啊，九次。同学，九次什么？奇数嘛、嗯，一样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不是至少有一十根？是、嗯，对吧？所以同学第四个选项，他说这个方程式没有十根，对还是错？当然是错啊。了解吗？那第五个选项，同学有人看得出来他在考什么吗？他第五个选项在考碳根定理哦。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搭配图形来分析这个问题，来，同学，请你跟着我把这个图、哦、把它画出来。好，来，他这样讲哦，
他说 f of 0大于0，对不对？零带进去是正的。好，零带进去是正的。好，这边可以吗？好，零带进去是正的。然后二带进去是什么？是负的。好，二，看一下，二带进去是负的。然后他现在问你，而且四带进去，哎，也是负的。哎，所以你觉得对还是不对？对对啊，对啊，对。而且这个都像是函数哈，它本身是什么？它本身是连续的嘛。所以你看哦，零带进去是正的，二带进去是负的，所以这个图形一定怎么样？一定在零到二之间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范围里面哦，跟 x 轴至少产生一个交点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同学，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哦，这个 f of x 等于零，它是个三次方程式嘛。那这个三次方程式，它有两个虚根，一加 i 跟一减 i， 那第三个根是什么根？十根。所以你马上可以判断哦，那个十根一定在谁跟谁之间？零跟二之间。所以同学，这个时候来问你，这个 f of 四啊，这个图形有没有可能再跑上去？不可能再跑上去，它就一去不复返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管它后面怎么跑，事实上它不可能再怎么样，不可能再穿上去，因为如果你再穿上去，就代表你还会有其他的十根，听懂那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可以判断得出来，而且四带进去，请问是正的还是负的？肯定是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它事实上这个图形就会一直往下跑，它不会再碰到 x 轴。好，了解那个意思吗？所以同学，第五个选项对还是错？对哦，它是对的哦，第五个选项是对的。好，来，请打勾，可以吗？你如果要写过程，你就这样写哦，这个方程式哦 ，f of x 等于零。它有一个实根，两个虚根，好，然后大家可以图形去想一下，是这十八趴啊？是这十八趴？十八趴？我靠！哎，同学，其实你想哦，学车上考，同学你可以得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会很难啊，哦，不会很难。好，安静，安静。张先生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电脑哈。来，同学，这是一个实系数的多项式方程式，带过去哦。好，我们带同学看一下 ，a、b 是两个相异的实数，上礼拜讲过，相乘小于零的时候，要关吗？这样应该 OK 的，应该 OK 哈。来，相乘小于零，同学代表在 a、b 之间至少有一个实根，你对照课本的内容去看哦，这上礼拜我都讲过，非常清楚。那同学，这个。多项那个我们在讲堪根哦，同学做任何问题哦，一定都有所谓的对象的概念。堪根定理它的对象是什么？连续函数。注意哦，连续函数，只要图形是连续的，都可以跟堪根来做结合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没什么了哈，这个课本的东西，来，请看这边，同学一个正的，一个负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因为图形连续不断连上去之后，是不是产生一个交点？对不起，太快了，一个交点，一个交点代表一个。十根嘛，焦点的 x 坐标就是十根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，同学这样的话，这样几个焦点？三个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有做出一个结论哈，来这个他包括的做蛮多的哈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那同学，我们上个礼拜对不起啊，我们上次有讲过，相乘小于零的话，其实我们会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，在 AB 之间会有几个十根。至少一个，但是后来我们有慢慢画图去让同学体会，应该是几个奇数的，可能一个、三个、五个、七个、九个，对不对？但是无论如何都至少会有一个焦点，同意这个看法吗？嗯。然后再来，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接着继续讲？如果相乘大于零，就是说 FA 跟 FB 同号，这两个点同时在 x 轴的上方或同时在 x 轴的下方的时候，同学我问你哦，这个方程式在 AB 之间会怎么样？会没有结论。什么叫没有结论？可能有根，可能没有根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可能有根，可能没有根？很简单，来，你看图就知道了。好，来，你看哦，同学，什么叫做可能没有根？你这两个点连起来一定会碰到 x 轴吗？这不一定嘛，这样是不是就连一个十根，对不对？来，那你看这样有几个根？两个根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老师，那相切的时候？同学上次是不是讲过相切？相切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重根的概念？好，那我会有偶数个重根，事实上也是偶数个根嘛，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个 PowerPoint 很快的带着同学点过去哈，这个没有什么。好，那课本的例题，来，我们点一下哈，做一下哈。他问你这个东西在哪些连续整数之间有十根？
好，那康登其实没什么，有点无聊哈、哦，他就带进去，然后他就看哦，仔细听哦，他看在哪些地方变号。那同学要注意的是哦，来你看这个，他在二跟三之间变号，变号代表至少有一个十根，可是同学没有变号，是不是代表没有十根？不是哦，没有变号代表没有结论，你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东西，你是完全不清楚的，可能没有，但是有至少几个基调，两个，你听懂吗？好，初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没有病号里面就没有东西，那是错的。好，这个你晓得我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这个题目因为它本身是三次，结果你发现它在三个地方有病号，所以它在这三个地方哈，负三、负二、零一、二三之间怎么样？有十根。那随堂练习十二题，哎，你们要不要做一下？需要吗？需要。做一下好了，一分钟、两分钟，好不好？十二题。对，这个在课本108页。要带数字，带数字做一下。数字要带多少？那带多少？你就先从原点零开始带，然后带零加减三加减四那个范围就差不多了。我上个礼拜五有没有跟同学讲说什么时候可以停？有没有教综合书法？就是说正的时候，就是系数都正啊，或者是正负相间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正负相间。好，那个是堪负根的时候。看正根就是找系数都是正的。再讲一次。没关系，我之后影片放网络上，你再看。那会有那个什么数字让你找到正负值的呢？怎么样？就是那个数字让你找到正负值的呢，会有哪一种题目？就是那个让看根让你看到，然后让你看到很多，就是正负值。我觉得除非他题目经过特殊设计，不然他应该不会让你做这种苦工。你听懂我意思吗？因为考试是考观念。他没有必要故意去找你的麻烦，比如说在17跟18之间刚好又变号，通常不会做这种事情，听懂那个意思吗？来做一次嘛，好。你写括号就可以，好，括号就可以，就比如说数对的概念就好，然后在哪些连续整数之间有十根？五页，再再算一题。答案有几个啊？来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。再给一分钟。好，还有一分钟。答案不是有几个？好。如果再找下去的话，只有这样。好了吗？好，谢谢各位同学，来我们看一下电脑。我又回到下一个。来看电脑，好，来同学你看哦，看看根哈、哦，来请看这边，好、哦，零带进去哈、哦，来一、二哈、哦，来它就带进去嘛哈、哦，来同学，那你很快看出来哈、哦，来它在什么地方有十根，在负二、负一之间，负一零，还有一跟二之间，好、哦，各至少有一根，注意哦，它是至少有一根哦。对不对？那至少有一根，因为它这个三次方程就三个根嘛，所以你就知道在这区间里面是各有一根，好，各有一个十根，没问题吧？来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的课本，所以考试我都考课本，注意哦，这是段考都考课本里面的，但是你课本一定要弄熟，每一个题目都要弄会。来看例题13，哎，仔细听，他说哦，这个方程式哦，恰有一个负根。请问哪一个整数跟这个负根哦最为接近？那同学抬头看电脑，哎 ，Hello， 看电脑，来看那边哦。他说恰有一个负根嘛，所以我们就来看它的负根哈、哦。零带进去是一，负一带进去是8，负二带进去9，没有病号，对不对？负三带进去是多少？负二。好，同学问题来哦，仔细看哦，同学他在哪里变号？他在负三跟负二这边变号。代表这一个负根，它在负三跟负二之间，对不对？那到底它比较接近负三，还是比较接近负二呢？同学，你觉得这时候怎么办？很简单啊，这个时候来，你要找负三跟负二的什么点？中点。然后你把中点哦，负二分之五把它怎么样带进去，
带进去以后，同学发现它是什么？它是正的。那既然是正的，那你告诉我，那个点应该是比较偏负三还是比较偏负二？应该比较偏负三嘛，因为它事实上负二分之五带进去是正的嘛，所以它是让那个图形是这样子穿上去，有没有？它应该是比较接近负三的，听懂吗？好，所以他如果问你说比较接近哪个整数，你就再取它的中点，好，再去找就好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可以，好，了解，好，这课本的例题哦，这没有问题哦。来，随堂练习十三，同学，这个题目你现在动笔写，他说有一个三次方程式恰有一正根，请问这个正根最接近哪一个整数？试试看，好，你就看正根就好了，零带进去一二三，啊，找到变号的位置。对不对？先确认那个正根在谁跟谁之间，然后再找那个区间的中点，再把它带进去，好，然后再看它到底是比较偏向谁，这样子。什么意思？来，赶快抄啊！来取一下。答案是一。谢谢看好。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次是一写的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答案是。可以哈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 PowerPoint， 好，来同学你看哦，这个来，它零带进去是负的，一带进去是负的，二带进去是正的，所以同学你告诉我，这个正根在谁跟谁之间？一跟二嘛，那到底比较靠近一还是比较靠近二呢？这时候你就找一跟二的什么点？中点，中点是二分之三，那二分之三你就带入这个函数嘛，哈，三次函数带进去，来同学你算出来是正的。对吧？好，那算出来是正的，那代表说，哎，它比较靠近一还是比较靠近二？二，比较靠近二，一，比较靠近一嘛？一对不对？比较靠近一啊，对吧？那二分之三带进去是正的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它比较接近的整数是谁？是一嘛？怎么会是二？好，一二八分之六，对对对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好，不懂不懂，哪里不懂？一二八分之六。啊！你在八分之十在那里？等一下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要你在想，它占二分之三一的中间，那你就是接近一了。这个你们班有没有那个啊？有没有长长的东西？我那一根在忘。哎，那个羽球拍借我，羽球拍借我，羽球拍借我。那根忘记了。那羽球拍借我。老师，你那一根不见了。周老师，你那一根去哪？我好像吃掉了。哎，你知道它是这样吗？一带进去是负的啊。二分之三带进去是正的，它图形是这样哎、欸，这样上去哎、欸，有看到吗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个根在这里啊，比较靠近一啊。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不这么靠？在这里，哎，外溢属下呢？一，看中央的大鱼。他是说，哎、欸，一在这里哦，二在这里嘛，然后二分之三，来。一带进去是负的，所以这个点在这边。啊，二带进去是什么？正的，这个点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那你在画图的时候，而且我问你嘛，如果你从这里看，你怎么知道这两个连起来之后，到底它跟 S 轴的交点到底是比较靠近一还是比较靠近二？你看不出来嘛。所以我们再找二分之三，结果发现二分之三带进去是什么？是正的嘛？它、啊、是正的，你这个图会怎么连？就这样嘛，就这样连上去嘛。哦。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点呢、啊，这个点应该是比较靠近谁？比较靠近一嘛。啊。哎，奇怪，这很难。这是真的假的？那个家伙，哇！快点出来！快走！又开了。脚腿刚开灯，一头开暗。哦。哎，这样好多了。不弄死了。上课也看不到，真的不行，再小心一点。
是那边聪明的问题还是啊？是那边聪明的问题。哎、欸，那你们窗帘要不要拉起来？那我们这边窗帘要不要拉起来？要。不要了，拉那边就好了。那他们这样会不会反光？因为我们没有拉窗帘。这样好一点吗？对啊，窗帘不要拉。不要。主要就在那边看得到。要啊。这边看得到。弟兄们看得到吗？好了，你看得到吗？夜黄龙弟。看得到 ，OK 哈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整个拉起来，这样好像我是在做什么坏事一样。来看一下例题十四。来 ，Hello， 来大家请看例题十四哦。这个题目他说，整系